好吧。没事。哎，给我，那我之前那一百就花了200，你可不止多花了200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捡那100也是你的，是我从你口袋放在那里的。你这个绿灯，你可是你的亲妹妹，你说出去也不会没下你。啊，我现在告诉妈妈。OK。姐，你过来，我要给你开。好 ，OK。哇。感冒。这是我买的，你开吧。感冒吗？好威力，好威力，好威力。哎，你人呢？还没。